第一次正式的到横店来拍摄这种大古装，就第一次体验这么热的环境下拍戏，挺嗨的。但每个胸口却更塌，因为你是一个演员，你的体验就是这些，所以这些就是你应该去克服的困难，而不是说你克服了它，你就很了不起。早晚会感想，已来不及感想，让黑暗黑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才能找到些郑钧这个角色应该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派，他在我心目中不算是败类。我喜欢润玉这个角色吗？我超级喜欢润玉这个角色。生死飘渺，爱恨断肠，谁来管？琴声乱，剑光寒，但总算我们还有伴。人间有多少沧桑，笑多少痴迷疯狂，乱世把我们感伤，就换他一点狂，让黑暗黑到吞没所有希望，才能找到血液里的光。那么孤单又那么不惜而倔强，让黑暗黑到失去所有，天际万世升天，让黑暗黑到吞没所有希望，才能找到血液里的光。那么孤单又那么不惜而倔强，让黑暗黑到失去所有方向，不求俯仰行走之间无愧于天地，心中净土的平等，遥远却痛快的天亮。我帮你拍张照吧。